看来没人敢上来。如果没有人上来，那我就让他们俩决赛了，谁赢了，谁就可以娶我家桑祈。宋家宋乐天可以。不是姐，你亲弟都卖啊！别说，宋乐天，你已经成婚了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对对对。 司爷，让宋乐天去跟卓文远比。刚才阿奇也说了，宋乐天已经成婚了，他不能参加。对对对，我哪能打得过他们呀？不用等了，直接来吧。我等这一刻很久。 我宣布比赛规则：打倒者，打出擂台者，输。早知道我就不该由着爹爹做这样的事情。反正不管谁输谁赢，我都只嫁个司爷。 两个男人比武前会有大段对白，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慕吗？结果一言不发，直接开干啊！偏偏，你这是话本看多了，真男人从不磨磨唧唧的。这样也好，至少都肯为心爱的人拼命。还不出手！ 燕云之，胜出。走吧。姐吧，你是赢了卓文远不假，可这场上最强的，你还没交过手呢。爹。 他已经赢了卓文远了，这场比试已经结束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阿奇，没事。伯父，请赐教。爹，比试结束了。我要是还想打的话，就打我吧。我还没用力呢。打我吧。你打吧。阿奇，阿奇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，你看。 果然，伯父才是最厉害的人，还是你厉害。算你小子识相。最终获胜者，燕云之。
恭喜桑爷。怎么，你又跑出来了？我在下边看了很久了，我有一事想求问四爷。什么事？四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要是失败了怎么办？你就真的会把桑祈拱手相让吗？不可能失败，因为我自始至终都相信，只有我能照顾阿祈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谢谢四爷点醒，没想到出了国子监，还能受到四爷的教诲。严小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来接你啊。你就不怕严夫人又抓你回去？不怕，我不想靠门第来选择妻子，我这辈子只认你。所以，我的母亲，严夫人，已经不认我这个儿子了。啊？那你？那我就做你们桑家的儿子了。爹爹，以后我就入赘你们桑家了。爹爹，哎呦，老爷，爹爹，走，哎，爹爹，爹爹你怎么了？爹爹，哎，爹爹，你说你怎么了你？今日啊，可真是好事成双，回去之后我一定要多吃多喝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醉不醒。